封面是什么？封面咋的了？谢明眸，都是我摸过的呀，我自己倒的快递呀，我自己今天拿了好多快递，阿拉蕾也是今天刚拿的，所以准备花了一点时间。对，但是这个是签名的哦。谢明眸孙娜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？提莫你真漂亮，谢谢。我今天你说要不要发一个那个开播提醒啊，广播特权，不然呢是吧，都用不完了，到时候浪费了那好不划算。我发了怎么没反应？哦，来了！谢呆的愁情，谢雪里的风，谢小林姐，谢谢宁情舞。要么十点钟抽，要么十一点抽。哦，要么十点钟抽，要么九点半抽。你们选一个时间，选两个时间抽这个吧，九点半和十点吧，好吧。每个半小时抽五本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就可以参与了，不喜欢的话是吧？我们不勉强了。开嗓就佛系少女啊，那个佛系少女等会儿九点半唱吧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个穿着唱佛系少女还可以，我觉得。100万个可能，一百万个吻我回100万个可能，我不费耶。好萌吗？真的吗？好开心哦！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哎呀，没有啦！哪有？不要夸我，我脸红了，装嫩而已，好吧。俗话说得好，一般选择要装嫩的时候，那说明你已经老了。我这个人，哎，还是知道的，老了，老了。哎，之前12岁，现在13岁了，光阴如梭。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每一年的年华吧。谢谢乔童君。我昨天直播，下午直播你们看了吗？我去那个参加颁奖典礼，克劳瑞的最具影响力的那个，看了没有？你们都不看一下，我上台发言又是紧张的一笔。然后呢，词儿又没记住。等会儿我们看一下那回放，我还没看回放，我都不敢看，因为我只有上台天的，那肯定很尴尬，又忘词儿了。哎 ，Hemingway， 看见了。对，不过超话截了很多美美的图，很开心。难道要唱这个吗？我看到一个小伙伴在刷客观不可以。嗯嗯，哎，不唱这个吧，这个我后面词儿都记不住。我们换一首开心的歌，开嗓毕竟是吧，开始的一首我觉得很重要。要唱一首能够让大家都能开心起来的歌曲。起风了不行，起风了那个伴奏没有做到。谢沙漠找企鹅，养还是算了吧。来一首背叛。终于等到你。小人说有什么新歌啊？最近你们也不说点新歌。我觉得今天明明适合唱这个嘛，今天适合唱一些卡哇伊的歌曲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啊，很符合我的形象。如果我戴阿拉蕾的帽子是吧 ？Draw cos 阿拉蕾，我唱一个痒，太违和了，我都听不下去了，也看不下去。盘里的女生下了又上，去年夏天后就没聊过天，一盏一盏街灯烘黑了夜，
在寂寞的渲染，人太多大部分是漫无目的的走，听着歌想念一个人，心痛也不说，恰恰看外面的情侣暧昧牵着手，你也牵过手，是左手牵右手，叮当的 QQ 响起，会是谁的男友，会是他们男友，什么是男友，假装正经指着距离，哦，害怕伤害，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，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直到有天看见他跟别人在一起，一盏一盏街灯烘焙了一夜，只有手中烟才寂寞渲染，硬盘里的女神下了忧伤，去年夏天和秋才没聊过天，人太多大是漫无目的的走，听着歌想念一个人，心痛也不说，恰恰看外面的情侣暧昧牵着手，你也牵过手，是左手牵右手，叮当的 QQ 响起，会是谁的男友，会是他们男友，什么是男友，假装正经帮他把问题都摆平，男友不多聊聊，男友去吃饭了，喜欢却保持着距离，哦，怕被伤害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，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直到有天看见他跟别人在一起，优雅的转身，熟悉的音乐，是动静热的那一段，你已经淡出在我时间轴，只留下那天回忆单曲循环，QQ 响起，会是谁的男友，会是他们男友，什么是男友，假装正经帮他把问题都摆平，男友不多聊聊，男友去吃饭了，男友明明心里很喜欢，却保持着距离，哦，怕被伤害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，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直到有天看见他跟别人在一起，想起会是谁的男友，会是他们男友，什么是男友，假装正经帮他把问题都摆平，男友不多聊的男友，去吃饭了，男友明明心里很喜欢，却保持着距离，哦，害怕伤害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，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，直到有天看见他跟别人在一起，叮当的 QQ 响起，会是谁的男友？这首歌叫《东京不太热》。谢谢麦德的火箭，谢谢咸丰哥哥，就这些。谢谢风清竹上雪，谢谢 PPS Decode。嘟嘟嘟嘟嘟，后面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哪个啊？那个吗？那个是永动机，它就会一直动的。之前我在骨那个骑脚踏车摔骨折的时候，然后结果它就停止了运作，我感觉它跟我已经心神连一了，就是合二为一了。我身体健康，它就转动。我身体一有点不舒服了，有点问题了，它就停止了，所以我赶快给它上了电池，让它再转。昨天机场图好看，好看吗？素颜好看，刚都没化妆，然后在机场拍我的那个小伙伴是经常看我的观众嘛，他说很喜欢我，他说以后还要拍我，他说记得以后机场化妆啊，他说又怕他拍了很多很多艺人，还有很多明星之类的，他说都是要化妆的就是那种机场拍你知道吗，我说啊这样吗，我说我穿成那个样子拍还坐轮椅有点尴尬，他说没关系的，也很好看啊，然后跟他合了照。嗯，是啊，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生。
永动机不需要电池，我想问你哦，这世界上有永动机这个东西吗？是没有的呀，应得，你这个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世界上是没有永动机这回事的吗？谢一二一九未来的骑士，谢零九男脸很圆哟，可以，哎，零九男脸很圆，记得每天来打卡、啊，知道怎么什么叫打卡吗？如果想打满亲密度，就是每天两架飞机哦，阿南。但是如果是吧，只是想打打卡，就是升级，不要断了牌子的话，记得就是每天那个背包里面的荧光棒送一送，也是可以的。想要每天把亲密度给升级升满，那就是两架飞机，不会啊，还差一个，打劫闺蜜。又恭喜胡晨移民的升级，鱼丸是可以送的吗？可以啊，你有鱼吗？可以送的，可以送的啊。好了，升级是不是显示你今天的亲密度已经升级满了呢？没事，过了十二点记得再来一次。亲密了，我们越来越亲密了呢。救命救命！谢谢西红柿还在晒太阳的飞机，谢谢大家的办卡啊。对了，如果大家想加入我的粉丝团呢，每天可以升级亲密度，可以升级你的粉丝牌子蘑菇勋章，就可以领取一个蘑菇勋章，然后每天记得来签到打卡就可以了。怎么加入呢？就是送出一张六鱼翅的办卡，那个礼物就可以自动加入我的粉丝团了。